TVB 艺人胡定欣、肖振南和视帝李耀祥等出席新剧《公公出宫》的杀青宴。一众演员刚从开平拍摄回港，可能因为开平的太阳特别烈，胡定欣自曝被好姐妹胡杏儿嘲笑晒得像菲律宾人。她离开香港这段日子，胡杏儿男朋友爆出不少负面新闻，但她不仅获女友出面护航，连女友的密友也替她说话呀。我觉得这些新闻不用再说了，因为全都是是不是假的，就是写出来，就是其实一直以来报道都常常都把她的男朋友当一个话题，所以就不用讲太多。他们非常好，大家不用担心。而同居的肖振南因为长期在内地拍戏，与女朋友黄翠如分隔两地，他自曝特别早一天回港给女友惊喜，成功把女朋友感动得眼泛泪光。不过当问到翠如有没有煮汤水给他喝，他竟然忍不住狂黑女友的厨艺。没有啊，我都不敢喝我还要拍戏，所以我不敢喝他煲的东西啊，就是他可以先煲煲自己喝，如果没事的话再给我喝，那就 OK 了。Yes 娱乐新闻中心香港报道。